我的关心就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白色恐怖和转型正义的对话，由受难者林树枝、陈婉珍亲身口述罹难年代。我拢在嘉义市的西门教会来举办，其中头先特和市机关蔡文雄以及立委蔡依瑜拢到场来参加。白色恐怖和转型正义对话，由受难者林树枝、陈婉珍亲身口述罹难的年代。就由嘉义市西门教会场所来举办，民进党中正党员热烈来参与，同时推出陈婉珍消失的四十年代，以及林树枝的大逃亡三本册，传递当年白色恐怖的经历。对咱过去，咱唔知影问题，咱台湾人一定爱了解。蔡文雄哦，伊也非常认真来予咱，予咱的这党员会当去做一寡了解，阮足欢喜。台湾人爱了解台湾人的历史，啊，尤其哦，咱这前辈受着委屈、受着苦难，特别是恐怖侪了，因牺牲的时间、青春、家庭，拢值得咱用行动来支持。啊，所以我好朋友阿林啊，啊，伊都安尼吼来买一套。所以这个部分吼，今日伫遐办这个白色恐怖交转型正义，我感觉讲是给大家加真大希望啦。那希望讲，咱这个转型正义会当真正的来把它落实，历史真相会当厘清。啊，那安尼靠我都通弥合历史的错误，啊，把这伤口弥平，啊，大家靠我同往前迈进吼。创造新的台湾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，所以遐人的牺牲，咱应该爱护历史真相平复。立委蔡玉仪专程到场来致意，嘉义县东部也各立30套，借由册籍来了解当年白色恐怖罹难的年代。伊也表示，转型正义也是蔡玉仪一直拢咧做的工作。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的这个座谈会吼。啊，咱知影讲过去吼，咱白色恐怖吼，在台湾发生的这段历史，啊，咱拢无吼认真去呾探讨。啊，即马咱总统府吼，咱蔡英文吼嘛，只是讲吼，要设立一个吼，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一个委员会吼，就等于讲促转条例。吼，啊，咱希望讲这个促转条例吼推动了后吼，咱除了吼爱呾当时吼，迄个遮个被害者吼，爱做一个合理的补偿赔偿以外吼。啊，这些加害人吼，一定要把它吹出来，所以这是加害者的惩罚，这就是转型正义一段足重要的吼啊，所以咱我来加加吼啊，嘛是来加达大家第一啊，弟弟欢迎吼，咱会把这个促转条例吼加速来通过。嘉义市议员王美惠、黄英弟、蔡英传、郑宏安以及嘉义市民进党中正的党员立场来座谈，了解过往前辈是如何用性命。艰辛追求正义，追求自由民主。世新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